背势，自然站立，下颌微收，头正紧直，竖脊舒胸，周身中正，唇齿合拢，舌尖放平，轻抵上颚，自然呼吸，面带微笑，两掌于腹前缓缓上托至膈肌，两掌外展，转掌心斜向上，弧线上举，两臂微屈，目视前上方，配合吸气，动作稍停，两臂内收，两掌下按，与肚脐同高，同时屈膝下蹲，配合呼气，目视前下方，做预备式动作时应注意百会上领，周身中正，呼吸自然，另外要松肩虚掖，腰腹放松，尾闾下垂，微微提肛，要气沉丹田，心平气和，面带微笑，背式的作用是使练习者气沉丹田，内安脏腑，外松筋骨，利于气血运行，为练功做好准备，同时心神宁静，心静气定，气定神敛，也有利于心理调节。昂首式，左脚开步，两臂同时侧起，与肩同高，掌心向上，肘微屈，配合吸气，屈膝下蹲，抬头翘尾，沉肩坠肘，配合呼气，目视前上方，稍停，两膝慢慢伸直，下颌回收，躯干伸直，两臂平伸，配合吸气，左脚收回并步，同时两臂向上环抱，两掌下按，同时屈膝下蹲，配合呼气，目视前下方，然后开右步做右式动作，右式与左式动作相同，为左右方向相反。本式动作一左一右各做一遍。做这一式时应注意下蹲脊柱反弓时，以肩胛之间的神道穴为点，左右肩胛头尾部均向神道穴收敛和适度挤压，收敛挤压时肩胛稍前，头尾部稍后，下蹲时要沉肩坠肘压腕，使腕关节充分伸展，起身直立时左右肩胛先松开，随之头尾部松开，
防守是通过重复脊椎反弓的动作，可以有效牵引椎间关节，通过下蹲和刺激神道穴，能够增强下肢力量和平衡能力，同时对脊柱、心、肺有较好的调理作用。另外，脊柱反弓和伸展胸腹有利于改善胸腹腔的血液分布。二式，开胯式。左脚向左前方上步，呈弓步，同时两臂侧起至头顶前上方。右脚上步呈丁步，两手同时下落至额前。屈膝下蹲，右腿外旋，臀部左摆，两臂弧形外撑，左臂与肩同高，右臂至右上方，右掌心对玉枕穴，配合呼气，目视左手，左膝伸直，右脚向右前方上步，呈弓步，两臂同时侧起至头顶前上方，肘微屈，配合吸气。左脚上步呈丁步，屈膝下蹲，左腿外旋，臀部右摆，两臂弧形外撑。本式动作上两步为一遍，退两步为一遍，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，进退各做一遍。最后一个左丁步开胯后，左脚开步与肩同宽，两臂平伸向上环抱，配合吸气，两掌下按，屈膝下蹲，配合呼气，目视前下方。做这一式时应注意，向一侧摆臀时，另一侧腿外旋要充分，两臂展开时，肩胛要向左右拉开，臀部左右摆动时，要以斜肋部协调引伸，带动尾椎至颈椎竹节拔伸。脊柱侧屈伸时，动作幅度要根据练习者的柔韧能力而定。开胯式通过开合旋转来拉伸肩髋，可以起到以大关节带动小关节，以点带面的作用，以通力关节。在开胯时，通过脊柱做侧屈侧伸，两臂左右伸展，牵引斜肋部，配合大蹲穴点地外旋，以起到疏肝理气、疏导气血的作用，并增强下肢力量和平衡能力。
第三式抻腰式，右脚内扣，左脚外展，身体左转，提膝合掌，掌根与胸同高。左脚尖上翘，向左前方蹬出，呈弓步，目视前上方，两掌向前上方伸出，躯干前倾，下颌回收，上臂贴耳，目视前下方，配合吸气，动作稍停。右脚提踵，左膝微伸，手臂持续向上引伸，重心后移，左脚翘起，翘臀，趴腰，挺胸，抬头，两掌收回于胸前，配合呼气。起身前倾，右腿慢慢伸直，左膝微屈，两掌向前上方伸出。右脚提踵，手臂持续向上引伸，重心后移，两掌收回于胸前。起身，左脚内扣，重心左移，右脚外展，身体右转。重复左边动作一遍，动作相同，但左右相反。本是前伸后坐一次为一遍，先左边两遍，后右边两遍。右边第二遍最后移动时，右脚内扣，左脚跟内捻，两脚平行，同时屈膝下蹲，两掌分开下按至肚脐，配合呼气，目视前方。做这一式时应注意，合掌时两掌之间要成空心，前抻时手脚要两头用力延伸牵引，手臂躯干后腿要成一直线，重心向后时充分翘臀塌腰，上步时要避免两脚前后在一条直线上，抻拉时避免突然用力和强直用力，要松中有紧，缓慢柔和。抻腰式通过手脚两头缓慢持续抻拉，节节引开，抻筋拔骨，打开督脉，调理三焦，促进各关节周围的肌肉、韧带及软组织的气血运行。塌腰、翘尾、挺胸、抬头，合掌收回于胸前，可调理任督二脉和心肺功能。通过脊柱的反向牵拉，对颈椎、腰椎及下肢关节有良好的保健和康复作用。
四式，震体式。两腿伸直，同时两臂侧起平伸，配合吸气，目视前方。下蹲成马步，两臂下落，前臂内收，两掌与肚脐同高，配合呼气，目视掌心。两手握固，从小指至食指依次内收抓握，收于肚脐两侧。两腿伸直，重心右移，左膝上提，脚趾上翘。先全背相靠上提，然后全面经耳门提至头顶上方，肘微屈，配合吸气，左腿放松下摆，同时两臂下落，由拳变掌，合谷穴轻击胆经，两臂顺势侧起，左脚开步，身体右转，带动左臂向前，右臂向后画弧至正中线，掌心向上握固，配合吸气。屈膝下蹲，身体转正，左拳轮轻击下丹田，右拳眼轻击骶骨，配合呼气，目视前下方。两腿伸直，同时身体右转，两拳变掌，左掌向右，右掌向左伸出，身体转正，带动两臂画弧成侧平举。本式一左一右为一遍，共做两遍，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第二遍最后移动时，两腿伸直，两拳变掌侧起，向上环抱，配合吸气，两腿屈膝，两掌下按，与肚脐同高，配合呼气，目视前下方。做这一式时应注意，提膝抬臂时向上引腰，提膝的高度因人而异，提膝握固上提要上下相随，下摆松宽送膝时力量来源于动作惯性，手臂向下敲击胆经时要松肩坠肘引腕，敲击气海穴和骶骨要同步，力量来源于手臂下落的惯性。震体式通过带脉和脊柱的左右旋转，增强腰部的灵活性，敲击胆经，震荡丹田，鼓荡正气，培补元气，使气有所运，筋有所养，血有所行，以提高抗病能力。另外
通过躯干四肢的惯性和自身重力作用下做被动牵引，伸展关节，可使髋关节、膝关节、踝关节得到牵拉，缓解长期过度负重引起的损伤，对下肢关节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。脚内收成丁步，双臂左摆，目视左手，配合吸气。右腿外展，臀向左摆，身体侧屈，左臂摆至右上方，右手至左腋下。起身向上，向左抡臂。左右开步，右膝微屈，左脚内收成丁步，两臂经左下向右摆。目视右手，配合吸气，左腿外展，同时臀向右摆，身体向左侧屈，动作稍停。本式一左一右为一遍，共做两遍。第二遍最后移动时，左脚开步，两腿伸直，两臂呈侧平举，向上环抱，两腿屈膝，两掌下按与肚脐同高，配合呼气，目视前下方。做这一事时应注意，起脚及落脚时应轻起轻落，收髋提膝时要以腰带动，两臂旋转摆动时从腰至胸，从肩至手节节引动，手臂起时吸气，落时呼气，动作幅度因人而异。揉脊式动作，通过脊柱左右侧屈伸展，增强脊柱关节周围韧带的伸展性、弹性和肌肉力量，以维护关节的稳定性。同时，脊柱的侧屈、侧伸和腿的外旋，还有助于梳理肝气、宣发肺气。
第六式摆臀式，从颈椎至尾椎，逐节牵引，两掌下按，手背相靠，两腿伸直，提肘转指尖向上，胸前合掌，屈膝下蹲，目视前下方，保持头正颈直，向左前方摆臀推掌，两臂撑圆，配合呼气，目视左前下方，臀臂放松还原至中正，配合吸气，向右前方摆臀推掌，配合呼气，目视右前下方，臂臀放松还原至中正，配合吸气，目视前下方。本式摆臀一左一右为一遍，做两遍，尾椎和两掌顺时针画两圈。头正颈直，向左摆臀，两掌左倾，目视左前下方，身体以尾椎为点，顺时针画平圆两圈，同时两掌以腕为轴，以中指尖为点，顺时针画平圆两圈，目随画圈转视，至第二圈终点时，尾椎及两掌向前至中正线转正，尾椎和两掌逆时针画两圈，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逆时针画圈最后移动时，两掌分开，手指依次内收旋外，向后穿至肩胛骨下，掌心向后，指尖向下，两腿伸直，两掌下推至环跳穴，配合吸气，两臂外旋侧起，向上环抱，屈膝，两掌下按，与肚脐同高，配合呼气，目视前下方。做这一式时应注意，向左或向右摆臀时，以尾闾为着力点，手与尾椎的方向一致，目随手走，摆臀时动作幅度由小到大，不可强求。
通过摆臀动作，以尾椎带动脊柱，再带动四肢运动，对脊柱及内脏起到按摩作用，可内安脏腑，增强腰髋关节的灵活性。合掌旋转，对肩、肘、腕及掌指关节可起到按摩和牵拉作用，调理任冲二脉及带脉，对腰腿劳损有保健康复作用。七式磨肋式，两腿伸直，同时两臂侧起，配合吸气目视前方，左脚内扣，身体右转，右脚外展翘起，两臂立体抡臂俯身，左掌尖贴右脚尖，右臂至后上举，配合呼气目视前下方，右掌收至腋下，掌根沿腋中线推磨，画弧上摆前伸，左掌弧线上提至腋下，同时右脚后退呈左虚步，身体左旋，配合呼气目视右手方向，左脚后退，身体右旋，左掌推磨前伸，右掌上提至右腋下。退四步，第四次退步磨肋结束时，右脚翘起，身体前倾，左掌下按右脚尖，右臂至后上举，起身，右脚内扣，左脚外展翘起，身体左转，带动两臂立体抡臂，俯身，右掌心贴左脚尖，左臂至后上举，配合呼气目视前下方。本式左边退四步，右边退四步，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，左右各做一遍。右边最后移动时，左脚内扣，右脚跟内捻，起身转正，带动两臂平伸，然后向上环抱，配合吸气屈膝，两掌下按与肚脐同高，配合呼气目视前下方。
做这一事时应注意，左右旋转要以腰带动胁肋部，推磨要节节贯穿，连绵不断。本事要求身体的协调性较高，在开始练习时可把动作分解练习。磨累式通过轮臂、攀足和腿的屈伸，可增强肩关节的灵活性和下肢的柔韧性。通过两手对两胁、大包穴的按摩及脊柱左右拧转，可促进肝的疏泄和脾的运化功能。这一式动作对身体协调性要求较高，通过练习可提高身体的协调性。第八式飞身式，左膝提起，同时两臂侧起，配合吸气目视前方，左脚向左前方上步，两臂向前下方下落，配合呼气目视前下方，重心左移，右膝提起，脚尖向下，同时两臂侧起，配合吸气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右前方上步，两臂下落，上四步，动作相同。第四步是右脚落在左脚内侧，两膝微屈，两臂下落，两腿伸直，左臂画弧上举，右臂弧线下摆，躯干右转，左臂外旋，右臂内旋，向右后转势，躯干回旋，带动左臂内旋，右臂外旋至侧平举，屈膝下蹲，两掌下按，目视前下方。退步，重复以上动作，且先退右脚。本是上四步做一遍，退四步做一遍。
退步最后移动时，躯干回旋，右臂内旋，左臂外旋至侧平举，掌心向上。做这一事时应注意，在身体起伏上步和退步时，脊柱在前后方向有小幅度蠕动，两臂画弧要连贯轻松自然，上步退步要平稳，配合呼吸，两脚并拢后不移动，躯干充分向左或向右旋转时，两臂要上下牵拉旋转，旋转动作以脊柱为中心，头要平转，动作缓慢。飞身式，通过两臂带动全身的气血升降，脊柱的前后蠕动和左右旋转，牵引三焦、任督二脉、带脉等周身的经络，起到理顺全身气血的作用，为收势做好准备。通过胸腹的上提和下落按摩内脏，脊柱旋转刺激中枢神经和神经根，牵引内脏，对脊柱的小关节有理筋整骨、通络活血作用。向上环抱，配合吸气，目视前方，两掌下按，与膈肌同高时，转掌心向内，两掌向下，配合呼气，目视前下方。本式上抱下按为一遍，共做三遍。第三遍最后移动时，两臂放松，自然下落，目视前方。做这一事时应注意，手臂环抱引气归元时，以下丹田为中心，要有内敛之势，掌心对下丹田时，动作稍停，动作宜松柔，自然流畅，心静体松，气定神敛。收势的作用，
是使练功者收敛心神，隐气归元。